这个走在路上好羞耻。今天晚上要接一只小猫咪回家，我现在在嘉义，我第一次自己搭火车回嘉义。嘉义火车站跟乡下一样，我会不会被网暴？我是死台北人，我有吓到，我没想到那么久，而且我以为有置物柜还可以放东西，结果好像没有，我不敢问。我很社恐，我是 I 人。我真的有吓到哎，它的那个火车站的那个站牌就是旧的那一种哎，我以为嘉义会跟台中或是苗栗或是苗栗差不多，就是竹南那种，至少它会是要上楼啊怎样怎样，结果不是哎，我真的下次我就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嘉义这个地方。然后我现在挑了一间咖啡厅，要走30分钟，希望我不会热死。还好我没有穿很多，今天台北超冷，超冷，还下雨。然后这边天气超级好。